我们未能在第一时间承接住当事人的感受，造成他在这个事件的当下，他是独自面对跟承受，这个我们必须深切反省跟检讨。我们没有去细究他背后不进行这个申诉的种种原因，这是我们的疏忽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辉哥，好久不见，我是蔡英文。最近有一个活动主题是人生第一次，我也要恭喜我们的辉哥完成了人生第一次。对于这位导演，我们当然就是即刻停止跟他的所有的合作。辉哥继续加油，辉哥继续加油。作为最高领导人，总统这个位阶，你不能随便讲辉哥好久不见。你去想一想，那个 IMB 那个人为什么可以骗那么多人？因为他就是借势借端嘛，借着很多政治人物跟他拍过照、吃过饭，大家就相信了。那甚至有人帮他摆商品之类的，所以他就可以。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人家就会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人有关系，对，碰不得。你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应嘛，所以很多人就。借着说，哎，我认识谁谁谁了，我相信他可能不止一次的事件。相信，因为你看他，如果是去年是这个选举的时候，他是帮陈时中，这是选举专案，对嘛？帮陈时中拍片的嘛？那陈时中大家都知道，他上面是谁在舔的？是啊，就是这样，用猜的也猜不到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他搞不好就是犯案不止一次，只是没有爆出来。只是这个小女生很有勇气，她很执着嘛，她认为不该被这样被对待，就让她把她爆出来。对，那事实上她心里也苦很久。